离婚了。我有多少岁呀？我的岁你都是爱我啊，我离婚了，你无感情了。人唔伤心就唔流泪，住喺秀茂坪嘅佢，饮多两罐就越谂越悲。星期四晚十点几，一个人在秀德楼对开的公园饮饮下酒的他，狂身老婆要离婚，跟走仲 call 齐班 friend 嚟诉苦。收皮啊，你睇，我搞嘢，我跳楼啊，讲嚟啦，好惨噶，我跳楼啊。讲到要生要死，班 friend 又点担当得起噶？咁就 call 埋消防同差人嚟到及实佢啦。搞咗成两个钟，最终将全程激动的佢送院。好开心啊！好开心啊！预约堂解便通，畅快便便，梗系开心晒啦！万宁读埋。